啊，恁洪女士真是送来贡献着，圣贤姑以及咱的圣贤姑圣诞先生，来给咱谢谢圣贤，带着满面春光走路有歌，做代志先知讲生活上过得很轻松。即马赶紧哦，坐云轮去看风景，坐船看海影，坐车看风景，料理好吃正平餐位伫桌顶，漂亮的辣妹来甲介绍，伫咱舞台顶安排的这位目前会当讲话炙手可热。看拄只吼，即马在录音啊，咱都爱了解吼。来，非常受到欢迎，看一下我的韩寒第一首沈文淳的歌《五月十一》，我未讲完的了，背起你的背包，你是要走位哪里去？谢谢阿妹，各位在意的无？真明显啦，真明显啦，大细心啦吼，萱萱。你等下开卡慢嘞，阿伯阿弟有破哦，都水的哦。各位在意的，一起一步，就把一条街交流到，都着慢慢的消磨，看着你的手，马上就落。后来你散步会被你落，我给你分成我，我再过去哇。你的地方到位，领阿了，你的电力不足，好无？老师在后面，我真少在跟你听的啦。渐渐的收音嘛哦吼，好，咱咧个安排啊，六月初七即暗暝，新闻定的歌曲，五月十一日去下播，来，互咱姐姐个朋友平安顺遂个运动，拄只讲哦，咱连音间。